邀请邀请，我来邀请怎么用？是，嗨 ，Ten hours never question。我说过我要跟大家一起看，wait， 要怎么邀请啊？嗨，等一下我要怎么邀请？啊，看到看到了，我们邀请紫红。林子宏，你在哪里？林子，啊，他要先上线。好，我赶快先转第八台。我们刚刚才收工，好热。哦耶！我赶上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快点！你们叫林子龙上线，可是我不会用哎。看到，看到了。Yes。我的真言还没有好。有声音。Oh yeah。安慰的五件事。嗨，我终于赶上，我好久没有直播。对啊，我刚收工，在千钧一发那一刻冲回家了，最后两分钟。林子宏，你在哪里？输什么 ？Kenny。我刚到家，我刚到家。啊，你看我们后面有一只疯狗 ，Jelly Too， 伦伦的妈妈，伦伦的妈妈你好。对，我会直播跟你们一起看到最后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时候拉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加入哟。干股，干股太好笑了吧。Jelly too， 我很怀念啊！我趁这个时候，我刚到家，我去洗个澡，你们等我一下下哦。Request in here， 我刚刚不是要请林子宏吗？他怎么都没理我？谁去参加婚礼啊？子宏那边出现，他还没有确认啊。我要洗澡，子宏你上线了，你上来啊！我们要洗，子宏出现了。Hello。你要去洗澡？我们要去洗澡啊！我说我去洗手，我可以去洗手吧？先把频道交给你。嗨，他就这样走了。OK， 没关系，我继续看综艺《三国志》。大家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吃饭了没有？吃饭了。你要问我吗？没有，要问你啦。要问我？吃过啊。你吃过了啊？好，好棒。有没有吃饱？还有我的眼镜呢，我怎么要呢？没吃饭呢，你只能等播完再去吃了。I'm sorry。是我头发好美吗？我到家了啦，我笑得差点掉下来。嗨。Okay, I'm back. Oh. Oh. Bye. 你头发要梳一下。好，你重点是，你的头发靠背、啊，对不起，我讲脏话了。就在直播，剪不掉了。是 IBD 啦，是 IBD， 绝对不是。官方网，官网进来看嘞、欸。好哦，因为官网就是
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啊，因为上次第一集遇到大选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公平，所以我想说第二集首播的时候一定要冲个手续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好突然哦。对啊，为什么这边比较慢？感谢高导爱。哎，你那边什么？啊，开始啊！不是不是，你现在学生 ，TTB 台湾电视台已经开始了。对啊，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？啊。对，去聊聊。都去了，我来了。行，真的确定吗？他们对我来说是还好了，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可是我知道，为了我。我好喜欢学生时期的颜色哦，就是复古啊，只是 让我看起来更黑耶。啊？不会啊，还是帅的，还是帅的。哇，我居然会这样子！我还没吃东西，所以我要先吃了。我可以边吃边看吧，应该可以。好。我可以进入两个。有多适合你？给他看。我觉得那个颜色色调好像电影，好好看。会吗？大家觉得像电影？啊，我觉得我们广告的时候再问他们问题，不然他们就不好。好好好好。看我的脸。怎样？他居然用这个 hello 哎。你脸好长哦！快点，等教官啊！一二三四，小爱加油！好哟！好高哦！天哪！我接你！天哪！来，抓好了！五、二、三。哎，我感觉比我慢呢、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也太傻眼了。他可不是字母，唱歌。哎，啊，你还好吗？没事。哎，陈总。哎，这边啊，哪？校门口那边。你离那个荧幕太近，走开啊！对不起。你这样子是在干嘛？我今天被蚊子咬超惨了。我们今天在拍那个周杰伦的办公室。为什么会有蚊子啊？我就在咬我啊！全世界的蚊子在咬我。叫你不要那么兴奋。谁头哪快爆了？啊？零吃货，是你吗？不是吧？应该不是。你是电视吗？不是电脑。啊，是电脑，难怪你会那么慢。你现在到哪？你现在开始了吗？对，他是你女朋友，我赖着电视，都已经在那个了，前那个了。你去看电视 HD 台式的啦。
App 什么光丝吗？灵魂光所以这里就是他吃的。你去看台视，你这样不跟我同步。对，你要说。我先吃完了，等我一下，一下再转。他是你女朋友。这是我跟赖子的事情，不用你鸡婆。我跟陈志安道歉。哎哎哎，陈志安，不会，待会会有量。我已经在开酒瓶了啦。啊？大概你那边快大概十秒。啊？你那边快？开始了。我也开始。你那边快了十秒。Yeah. 我不会怕，闭嘴，不要这样子讲我。为什么啊？我来啊。下面有人说我会胖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有几个？对啊。我觉得艾薇的衣服好好看。我自己试试想穿。你去看台视啊。好啦，等一下。大家知道后面的鱼缸里面住了一只蜘蛛哦，很大只。我原本想要去健身的，但现在不用了，去洗澡、啊。来。字好丑，做自己，你的头发真的不弄啊？你的头发要有事。嗯、我很自然。哎、欸、嗨。那、嗯、你就死定了。晚安，东东。哎呀，该不是诅咒是？你说什么自然船？欢乐的乐。啊！我这里刚存在 CP 兔。我在家很难拍，好不好？好累。真的。干嘛？哦。好，拜拜。你有点看拜达了。嗯。哇，你有上下班、欸。Shut up。冯甲看我的照片，我不会变胖了，我会变胖了。花了多少钱去做这个动画 ？I don't know。你笑屁呀、啊！怎么突然好像在看终极系列？哦呦，你去看台视直播呢？不是，你去看台视 HD， 快去！林总，好了，我们笑死。我等一下广告，广告我再过去，广告我再过去。我要是不应该把酒瓶给丢了。你好慢哦。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做那个非常奇幻的噩梦跟鬼日巧合，都是这个酒瓶在作怪？我跟你讲，自从这个酒瓶出现以后。跟我之前做那个很可怕的梦，我觉得有些关系。就是我之前不是梦到我死掉了吗？
其实我梦到我是一个厨师，常年去服侍，这是我自己耶。然后我昨天不是跟赖着去做田野调查吗？结果我看到了跟梦境里面一模一样的场景。所以你现在是人还是鬼？哦，你听我讲完了。但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看到的不是一具服尸，是一个酒瓶，而且里面有一封信。诅咒信？是一个很玄的诅咒信。做自己不得挥别回家道的，做到你就死定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吗？经过这一连串很玄的事情之后，我就在想，如果不照着瓶中这五件事情做，好像那个瓶子就会射出一个鬼光，要勒死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只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搞笑的 IP。这哪里好笑啊？这片子根本就冲着我来的。你为什么写什么？做不到你就死定了。这女字旁的你，这你要怎么解释？你解释啊。那个不是我写的，是毛阿宝博呀。但是瓶中信好像真的有冲着我的意思。做自己，挥别回家啊、哦！我不是常常也希望你能做自己。啊，还有。灰饼这个烂到底下，我跟你讲，再有啥，真的很油，叫什么回家？哎，你属乌龟啊！每次想你不想面对的事情，就只会躲起来。哎，乌龟。哎、欸，导演打给我哎、欸！啊，我听到，我听到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接上电话吗？我会出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吧。我会怎样？你会跳出去？你传讯息跟他讲，跟他说。我可以传讯息吗？应该可以。哎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怎么办？不要理他啦。不行啊！他打给你干嘛啦？那走开。我在直。如果说啊，你用电脑，你用电脑传讯息给他。哦，我有放电脑，把课。我怎么会知道？反正我是不相信什么鬼怪玄幻，也不相信什么鬼怪把你勒死。可能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安排。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件事，但至少他提前很多事情是早上去做的。哇，我的抬头纹太扯了吧？是这样吗？对，看到这几个字没有？英文。是的，英文。所以不要再逃避了，做就对了。嗯，那你今天干嘛？今天是跟我学长的摄影助理啊，他对今天请假。对啊。礼拜天在折放一个。哦，他昨天说中午又看看了。没有，怎么那么麻烦、啊？不敢接过，不敢走开。不敢，你过来。来，不敢你来。喂，今天可以见个面吗？嗨，今天有点难。哎，你怎么还没有去拍？我要做宣传直播。他们广告啊！不要再骂我了，不要再骂我了。那电话你说吧。哦。怎么办？我知道我们去海边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就我捡到一个酒瓶，我本来想跟你讲，但其实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结果我回家的时候发现。喂，你要出去啊？顺便帮我买杯咖啡，大杯香草拿铁。行。那我等一下回家，我发现瓶子有一。好、啊，你叫他去看看，看会怎样。做的好丑啊！
好啦，我回来了啦。谢谢你们喜欢这一部戏。嗨，邀请一次蝴蝶。啊，紫红现在好像不在线上。紫红叫我右文华，右华，嗨，右华。Thank you. 紫红不见了。紫红他应该等一下就出现了。谢谢紫红去哪里我也在找紫红你在哪里呢你们都有打开台式吗？现在，感谢王嘉良。嗨，欣恩，谢谢你们喜欢小爱。林子龙在哪里呀、啊？什么找吴思贤 ？Really？当然会看自己拍的片啊。哎呦，我只有，快点，你们去呼叫林老板去。我只有林子弘的 Instagram 跟 WeChat， 但我现在离开就真的离开了。为什么要请他？哎，我对不起。帅，我嫁娘。找不是闲家一 ，no 我不在荔枝，我在蜜蜜。不要在荔枝前。嗨，咸派哥，嗨，贾斯汀。《姐姐时代》不会有第二季哦。找苏灿，第二季有肯尼吗？好像没有。
哇，好喜欢这个敬畏。嗨，嗨，贾斯汀，我很想你们。我每天都在工作，我每天都在拍戏，我每天都在拍拍拍拍拍。安谷。子彤进来了吗？啊，子彤人嘞、欸。好哟，林子彤，我去哪？啊，进来了，看到看到了。OK。去哪里呀、啊？手指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倒垃圾。不要倒垃圾好了。小声哦，是你开太小声了。声音是小声吗？你的声音是正常的。你要保持线上哦，我要找场。哦，回来了！哎，这个有那个功能的，哎呦，我变黑白了，你看。
太渣乱讲，有吗？没有吧？啊，他一脸就觉得你很烦，不要再亲他了。两个是人好好、哦啊、你在偷拍耶。你啊，你在戏里面，戏里面啊，我喜欢的，对，超好笑，超三八的你，哈哈，这什么姿势，好丑。艾薇莉 ，Oh my God， 艾薇莉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我无法。
今天心情不错，都没有念我房间。你都笑了吗？不是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送分的时候，也很好笑啊。他人会神到不清楚。我怎么弄成原本的样子？哦，哎。按掉。把它弄掉了。哎，这特效怎么用掉？啊？这特效很嗨。我说这特效怎么用掉？那你退出去，我再也用不到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就行了。好好。是不是开酷音响？没有啊，是电视啊。哦。用手？怎么脸这么大？讲什么东西？没靠呀！没有，是他们在骂我。你干嘛骂我？哦，我出来了。他看起来好厌世哦。他看起来就很讨厌你。你赶快看戏啦。老公，喂，他们说中瑶那里音好杂，你看是你的问题吧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们。No！ 干嘛？没事。回忆戏，这边超美的，我跟你讲。就是这次。
医生好像老头。哎、欸，他们一直说你的那个真的有杂音。有什么杂音？好啊，我不知道你要问他们。穿帽子好看、哦。